大家好，欢迎收看亚发牛财经台的收视快递，我是钟婉婷。特首选举前夕，美国在周五表决医改法案，大市没什么动力，恒指高开低走，在24,300点附近窄幅上落，收市报24,358点，升30点。国企指数收市跌9点，报10,477点。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大市成交明显减少，只有833亿。全日闷市，最大的亮点是辉山乳业中午收市前被洗仓，急坠90%，眨下眼就由2.8的水平跌到去最低见2.5，创咗上市的新低。市场有消息指，辉山乳业的主席杨海挪用了30亿人民币投资房产，而且在2015年的6月曾经压股，再加上去年12月有沽空报告话他造假数。辉山乳业最终在中午拉闸收场，收报4.2元，足足蒸发了321亿元的市值。杨海午后否认有挪用资金。重磅股继续炒业绩，中海油盈利大跌超过97%，不过已经是好过市场的预期，加上有大行唱好，急升大约4%。而中石化收市后放榜，业绩前逆市靠稳，升1%。而上日即后挨沽的中移动仍然未止跌。地产股偏软，中央进一步打击内地走资，有消息指内地银联指令香港银行机构禁止中国境内的居民透过用银联卡来买港楼。新地、恒地和新世界曾经跌大约1%。内地股市反复做好，上证指数升近4个月高位，收市报3,269点，升20点。深成指数收市报10,646点，升6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965点，升16点。而汇深两地成交5,626亿人民币。今日嘅收市快递先睇到嚟呢一度，约定你下个礼拜见。